嘟巴巴拉巴嘟噜巴嘟噜巴嘟嘟嘟嘟巴拉嘟巴巴拉巴嘟噜巴嘟噜巴嘟噜巴嘟巴巴拉嘟巴嘟噜巴巴嘟巴巴巴拉嘟巴巴巴巴嘟巴巴拉嘟巴嘟噜巴巴嘟巴。感谢飞熊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下载哟。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朱峰为您带来的《植物大战僵尸二》。那么继续来失落城市第26天啊，最近呢也是这个一路碾压，打的也是这个比较顺啊。OK， come on， 第26天，我要看一下僵尸的构成啊。僵尸这边感觉品种很丰富嘛。啊，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啊，该有的都有了。那么上一集呢，我们是终于发现了这个放屁豆啊，那不是我们啊，是我啊，我终于发现了，我知道大家早就知道了，但是我是刚知道啊，这个放屁豆啊异常的好用。这次呢，然后听取大家意见呢，我们来选择这个小阳光菇啊，因为确实是感觉钱真的是用不完啊，真的是用不完。这边呢，然后炸弹肯定是要选的，那么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主攻的植物啊。就用大喷菇吧，就用大喷菇吧。等一下，求豆妈的，这边选项怎么让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应该着重的，再选一下呢？要不土豆雷不要了吧？土豆雷不要了啊，我们用这个啊。好 ，OK，Let's go， 棒棒棒！啊，毕竟呢，怎么说呢？毕竟呢，土豆雷呢，现在在后面的关卡、啊、用的次数不是特别大啊，不是特别大。好，继续放啊，继续放。那我们就50块钱呢，可以把这个地砖变成阳光砖的东西啊，特别的好用啊。好、哦，前方来了一个敌人啊，让我思索一下怎么搞死你啊！来，不花钱的东西直接上上上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最简单的打法，对不对？啊，不花钱的东西啊，就赶紧的都给它摆上来啊，有了就摆。哦呦呦呦呦呦！那么上面来货了啊，那么赶紧这个大个的给它放上来，给它放上来。哎呦，这个背包的僵尸还这个背包僵尸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嘞。啊，这个小家伙居然搞不死他。好，那么就差一下，实际上就差一下啊。那么小东西接着放上来啊，接着放。然后这边呢，赶紧来一个，然后下路来一个，这边给他赏他一个小冰冻。哦，来了啊，来了啊，来喂给你吃，味道很好的。算了，我炸死他算了。啊，你别吃，阿西吧，正好没炸到啊，那你吃吧，那你吃吧啊，我这人大度的很嘞。Oh come on， 那么这边赶紧的把东西接着往上造啊，往上造。哎，搬搬搬搬，一个兵啊，一个兵。啊，中路这个家伙也是比较烦的啊。那么大喷菇呢，一排一排的造啊，一排一排的造，这样把东西都造起来。我这一关呢，忘记选择了防御性的植物了，忘了选防御性的植物，有点二逼了。但是应该是总体来说没关系啊，问题不大啊。那么再次的减速啊，再次的减速。哦，这个背包僵尸实际上威力非常之弱啊，很轻松就给喷死了嘛。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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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下的这个位置我不喜欢，死 ！fuck， 慢了。他下来一瞬间，我应该直接把他喷死就好了，就不会再有后来这些事情了。可以看到，我现在钱还是啊，如之前所说，非常的充足啊。那么硬刚一下，争取把他刚下来。哎呦，居然没刚下来，那行吧，漏掉一个就漏掉一个吧，我倒也不太介意啊。所以下次打的时候注意一点啊，注意一点，不要再这样了。那么直接给他戳死，哎，看来我下次再看到这个僵尸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把小电风扇放下来。顺便说一下啊，那个强化弹簧豆，然后加电风扇全屏秒杀的技能呢，我是会的啊，但是我一直不用，因为我觉得有点作弊啊。所以呢，大家放过我吧，啊，就不要再刷这个了，好吧？棒，上西天。那么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做什么了啊。钱呢非常够用，果然这个失落城市就是一个阳光爆炸的关卡啊！无论你怎么样做啊，阳光到最后都用不完，这东西我都懒得造啊，我都懒得造它。OK， 那么得到了这个植物，开始第27天。哦，失落城市打完了之后呢，我在想打什么东西，然后很多小伙伴跟我说一定要去打冰霜洞穴，说因为巨浪海滩难得要死啊。那么好吧，等我把这个通了，我去开那个什么冰霜洞穴，然后最后打那个巨浪海滩啊。
OK， 我们来27天 ，Come on， 哟，出这个僵尸了，戴这个小眼镜上，这个僵尸特别烦啊。那么这一关我们不能用这个大喷菇了啊，不用大喷菇了，我们改用激光豆吧啊，激光豆呢？激光豆，激光豆，好的。那么这个僵尸特别烦躁啊，好像是，我记得我之前在玩的时候看这个介绍，好像是他会把自己几格之内的东西全部给你干掉啊，全部干掉，特别恶心。就是他一旦靠近你啊，走近你啊，靠近你的肉体，然后就会把你送你上西天这个感觉啊。那么再来选个冰西瓜，是不是有点作呢？其实也不算太作吧，因为毕竟我感觉真的是不缺钱啊，有冰西瓜来控场的话，应该会不错的。好了，那么闲话不多说啊，第一个阳光赶紧造出来啊，哎，造在一个非常风骚的地方啊。钱很重要，既然都选了冰西瓜这种高能的植物，对不对？那么再来等待着僵尸的过来啊，200块钱我是有的。那么先好吧，现在又没有了，哎，现在又有了啊。好，把激光就给它放上来，造完之后呢，再继续的来 ，Come on baby， 要提防那个手里拿着那个水晶骷髅头的家伙，那个家伙特别的烦人啊，特别的烦人。极其的烦，我这辈子就没有烦什么僵尸，像烦那个僵尸一样那么烦啊！哎呦，下路这个来的挺热闹嘛啊！好，那么下路给它摆上，哎，现在这个情况就比较不错了啊！植物呢也造的差不多了啊，不是阳光植物造的差不多，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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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我看到他就想赶紧干死他，完全不想给他留任何的机会啊！给他机会就是不给我自己机会啊！啊，这是个阴谋啊，这是个阴谋啊，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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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耗费了炸弹在那个家伙身上，然后结果现在怎么办啊？现在不好办了呀，上路有点危险，先把这个挡上再说啊。上路我们要想一个办法啊，想一个办法。那么首先给他，哎，小阳光菇过去给我扛一下啊，然后激光豆放上来之后减速，好的啊，上路保住了。哇西吧，然后这一路，哎，好的，直接给它爆掉。哎，往下点放就好了，这个位置放的不对啊。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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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块钱啊，快点！你倒是给我点给力的东西啊，真是的，我现在穷的要死的，穷的不要的，我靠！好，过来。激光豆放上，这边呢再给压一减速啊！哎，这波下来了！我打不死他吗？哎，好，再放一个，妈的，打不死就没办法，只能再放一个，没得选择。好，这边一个减速，我怎么这么背啊？这把 ，Come on， 强化什么一个都没有。给一个强化好吗？啊，有了，立场张开，还是慢一步，中路呢要失手一下，好吧，失手吧，没关系，待教不得死。哇靠，被压在自己家门口打的感觉有点不是很好啊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啊，再狼狈通关就好啊。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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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一大波僵尸啊也到来了。嗯，那么这边的阳光我们要解决一下，等他们过来之后落地，然后直接一个给他爆掉，然后这边给他一个减速，给他冰住。哇，前面来了大批量的家伙，那么就需要用我的绝技啊，全屏冰冻。好啊，慢慢喷吧。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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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渣子。好，27天 pass， 马上我们就要来第29天啊，不是28，我怎么算的数？27加几等于27加1，为什么等于29呢？帮 next live， 看看第28天，给点好玩的关卡吧，好不好？
欧耶，欧耶，好玩到爆啊！啊，这好玩到爆啊！我操，你是在玩我吗？哈，坚决不能让僵尸踏到这一层啊，不然被打死了个屁！哎哎，不，刚说我自己就放上去是怎么回事？好，这一批不用管他，等他走到前面来，直接我就送他上西天就可以了。这都好说啊，那这个往前造一造啊。帮帮帮，关键是这个造这个位置也不对呀、啊。啊，我知道怎么办，要这样吗？啊，这样也不对呀、啊。唉，总感觉怎么样都不对，因为造这里的话，啊，没事，他后面一排不会被平掉啊，大家叫不得死，所以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把这一排全部造上啊，把这一排全部造上。然后崩豆子也造上啊，他在阳光庄安营扎寨，你就扎啊，我倒也不在乎啊。巴拉邦邦，巴拉邦邦，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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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好，走你！直接全啊哈哈！我的东西被压死了。巴拉巴拉邦，巴拉邦邦邦，巴拉邦巴拉邦，巴拉邦邦邦，再来。必须送你们上西天，知道不？我哥们就是有钱，钱有的是，东西一遍遍造呗，对不对？反正他重复激活的速度也很快的啊，不要紧。那往前造一造，往前造一造，别的东西都往前造一造。好的，帮帮帮帮啊！一大波僵尸，不，这关真的挺好玩的。我刚刚说来个有趣点的关卡吧，这关真的很好玩，我超喜欢，真的真的。再来，轮死你！就问你怕不怕？还来是吧？轮死你！哎，回回回回回！哇、哦，安营扎寨大军呢、啊？啊，看起来有点屌啊！Final wave， 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先把这些东西啊，我先把这些家伙料理完，我让我再慢慢的处理你们剩下的这些货色，好吗？下路，按上，接着飞。好了，现在还有什么难度吗？啊？只剩下把这些渣子解决掉就可以了。来，下来。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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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僵尸们！我是那样啊，这又出现什么问题啊？没关系，我是那样的爱你们。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些打碎？我靠，这目的到什么时候 ？Come on, baby。啊，上路这个直接就烧掉就完了，费那个劲呢，搞定，拜拜。好，28天，轻松碾压。现在29天，一共32天，我们今天打到29就好了，然后30、31、32留到下一期来搞。嗯，这样失落就过了啊。来29。失落城市真的是，我反复在强调这一点，就是真的是玩起来特别的爽快啊！但也是太欺负手残了，我靠！啊，总感觉今天的最后要玩的这关看起来有点不简单呢。那么冰冻啊，方上啊，阳光菇方上，激光方上，然后、炸弹，然后这个全息，然后再加上点什么呢？土豆雷啊，再来点什么呢？这看起来就差不多了，但我总觉得少拿了点什么。哦哦，对了，小吹风。哎，对了，我不要土豆雷了，我要这个。OK， 减速不要了啊。有的时候。哎，我拿错了个东西。我说为什么不拿这个？我拿这个玩意儿干嘛？我拿这个玩意儿干嘛呢？自己有点没想明白啊。
梆梆梆梆梆，好，有家伙来了啊！来，那给你个吧，我都既然造都造了，是吧？你起码给我起点作用吧。那么给他一个冰冻啊，稍微延缓点时间。哦，我拿错植物了啊！西吧，我终于知道怎么拿，我是想拿激光豆啊，结果拿了那个玩意儿，我是怎么想的？我刚刚在想，为什么我会傻逼逼的把那个豆子拿出来呢？啊，一想原来是我把它当成了激光豆啊！我也是醉了，这两个东西长得一点都不像啊！啊，冰西瓜啊，冰西瓜，然后这边造上来，减速不要了，土豆啊，要减速吧，要减速吧，土豆雷不要了，土豆雷不要，咱们不要土豆雷，然后全息放上来 ，OK， come on go， 哎，这把就对了嘛。上把那个太莫名其妙了啊！好，造这儿。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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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往回造啊！前面不要造太多。我记得第一个家是这里还是这里出来的，想不起来了。继续 ，come on，they're coming。我不，没有必要冰他啊，没有必要冰他啊，这是我想当然的行为啊，不要学习啊。哇哦！老东西，老来的还挺快啊！来减速，再来！哦呦呦呦，下路来的更快啊！哎，把他们往前放一放啊！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咱的雷是冷却的啊，咱就不怕他啊，咱就不怕他呀！然后这边给他接着造上啊！哎，你冰一下，你走有点快，你得等一下后面那个家伙，不然我怎么把你们一锅端完呢？是不是啊？将心比心，我去，这么多！好，让他往前飞一飞啊！啊，算了，不等了，直接死。那么上路现在不太妙啊！哎，慢一步！哎呦我去！哎呦我去！这两条路！哎呦我去！哎呦我！哎呦我去！啊，行吧，你们走吧，你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放过你们啊，放过你们。不就是两个坚果吗？啊，不是，不就是两个推车吗？反正你们也再无翻身之日啊！趁着现在能爽的时候爽一下也是蛮好的。梆梆梆梆梆！好，等他们聚集，等他们稍微聚集一下，聚集到我的墙根底下之后，然后给他来一炮，棒！继续，我去。敌人有点强力啊，420、500，好好好，第一发出来，然后直接一个，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群体减速啊，下路有危险啊，下路有危险，稍微的挡一下，加农特尔来了 ，What the fuck， 来的挺快啊，上路不妙啊。从现在这个架势看，上路要没啊，好在还不至于啊，但是下路要没啊。好，那么冰西瓜再次啊，来个大显神威，来来来来，干得漂亮 ，Final Wave， 最后一波，哎呦，您这最后一波来的不打是时候，我去，啊，你牛逼，你牛逼。牛逼行吧，好，吞掉啊，封掉封掉封掉，中间这个我们要等 CD 等 CD 等 CD， come on baby， 好，爆制，我们现在是其他路我们可以不管了，全力防守下路啊，全力防守下路就好了，我给下路直接冰住啊，给下路直接冰住啊，这边一个西瓜就造在你面前啊，哎哎哎哎，上路好像也不太好啊，上路这个家伙来了啊！好好，死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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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现在是如何解决下路问题啊？成为我们现在非常迫切的问题啊！那么把一个激光放到他脚下，然后给他冰住啊！啊，冰住之后呢，脚底再放个减速啊！你敢动，动我老子就减速你啊！把后面这个刨掉，然后一个雷，哎，一个樱桃炸弹，好的，二姐先过。好了，那么咱们今天的植物大战僵尸二失落城市，哎，就结束喽。
咱们就下次再见啊！千万不要忘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哦，拜拜。